5、4、3、2、1，我开始找了。这里怎么有个凳子？迪迦变身器，鱼头怪，你坐在这个凳子。哎呦我去！哈哈哈，轻松找到你。嘿嘿，这也太明显了吧，黑化皮卡丘，他就交给你了。让我开个，我让你转圈圈。点击下方抖音视频关注一下呗。